用大家等了4年4个月 XO 好不容易才在上个月以八人完整体举办11周年粉丝见面会，大队也积极的正在准备回归，没想到三日 SM 娱乐却突然公告，由于最近兵役厅规定的变更，蔡将于下周四入伍参加基础军事训练，之后以社会服务要员身份服役，并表示为尊重蔡，希望低调入伍的意愿，将不会公开其入伍地点和时间。对于突如其来的兵役，导致这次的回归将看不到八人 XO， 除了粉丝超级措手不及之外，最难过的就是凯乐，他昨晚开直播向粉丝亲自传达即将入伍仪式，就忍不住泪崩，他不断拭泪啜泣的模样让粉丝看了都超级心疼。준비한게많아서아쉽다그게아쉽지어쩔수없었어그래밥먹고잠도잘자고어시험도할거있으면합격하고그리고무엇보다꿈잃지말고열심히꿈향해달려가고서로할거하고만나자고준비한거못보여줘서속상하긴한데다녀와서보여주면되지뭐뭐카이어디가나艾丽们一定都会等你回来的，我们感性小熊要好去好回哦。